睡得腰生疼，吃得直反胃，脑袋直迷糊，瞅啥啥不对，追求了一辈子幸福，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，答，幸福就是遭罪。有人花钱吃喝，有人花钱点歌，有人花钱美容，有人花钱按摩，今儿我雇个好活，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。哎呀，儿子说给我找个人九点钟到位，这地方拐弯抹角的，这才找对。叮咚，谁呀？张惠妹。谁？是我，大哥。哎呀妈，这小声挺甜的，含糖量挺高啊，最起码四个加号。我的妈呀，这小声音，小老太太呀。别客气，叫大妹子就行，叫妈干啥呀？这屋里就你一人啊？那屋还一小狗。那就是你了。啊？你儿子说了，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，刚才路上堵会儿车，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，抓紧时间吧啊！干啥呀？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，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，赶紧的吧，我先把它脱了。喂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快点吧，没时间了。不行，你别，你整明白，你干啥呀？坐下。不行，你先走。大妹子，我心脏不好。腼腆型的，这么的吧。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，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，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说要把大象装冰箱，拢共分几步？把冰箱门打开，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，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。人呢？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，你咋不笑呢？笑啥呀你？没有幽默感哈。我再给你出道题儿，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，哪个动物没有来？大象没在冰箱里头欢着呢。什么？哎呀！这笑死我了！这累死我了都。大妹子，咱别笑了行不行？怎么的？咱弄明白，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完再笑？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。三陪呀、啊？说啥呢？大妹子，我确实不明白你来。不明白你问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，往小了说叫钟点工，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，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，啥也不懂，走了，伤自尊了。大妹子，你说我这个人啊，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，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，回来了拿钱。啥钱？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，到一钟头了。哦，给你五十。拿零钱，我没零的，拿零。我没零钱，就都给你了，大妹子。我多要你十块干啥？拿零的。你找不开，我也没零呢。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。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，向你道歉。坐，抽烟不？不会。喝水呢？自备。吃水果。反胃。干啥呢？干啥你说呗。唠吧。唠呗，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。这样吧，大妹子，我给你讲个小笑话。完了，
打开一下尴尬局面。嗯，啊，这笑话老招笑了，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。说，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，老虎急了，就想把这蛇踩死，追呀、啊、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，这蛇日钻水里去了，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，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，老虎上前就把它按住了，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。大妹子啊，我重讲啊，我讲错了啊，我不对，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，完事出来一条蛇，老虎说的，你把马甲脱了，我照样认识你。大妹子，你看你，我给你讲笑话，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？走了。大妹子，太伤自尊了。大妹子，马甲，来，你还我。对了，你拿来。我穿上行吗？干啥呀？你讲。讲啥呀？你就讲。嗯。这蛇钻水里去了，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。来。那不也乐了。你说你这大哥呀，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？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？说实话大妹子，嗯，原来呀我在农村，嗯，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，嗯，那我是焦点呐，嗯，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，嗯，他在城里挣点钱，嗯，就把我接城里来了，就一进城就全变了，也没人说话了，也没人唠嗑了。别说了，大哥，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。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。啊，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。你说说。感情失落型、内分泌失调型、老年痴呆型。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？这三种你都不属于，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。太对了。啊。屋里太憋屈了，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。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。别提了，嗯，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，我就上大街溜一溜，嗯，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，嗯，就把我眼馋的扭的，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，嗯，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。为啥呢？说我跟人家老太太飞眼了。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，你跟人飞啥眼儿啊？不可能，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，那我就做俩动作，我就噔噔噔噔，立的楞噔，立的楞噔噔，这算飞眼吗？这还不算飞眼，你眼睛再大点，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。是吗？你呀，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，是吧？拉倒吧，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，还漂亮，嗯。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他没有你难看，你呀比他难看呢。大妹子，我老伤你自尊，你说。大哥，你别说了，嗯，你到底是啥类型？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了。啥类型？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。大妹子，说心里话。嗯。活到60来岁了，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，突然自己变哑巴了，不知道咋玩了。你就拉倒吧，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。我多年不打鱼了，还哪有网了，扔多年了。我说的是电脑上网。电网啊？哦，电脑上网。电脑网啊？啥网啊？英特尔网啊。哈哈哈，我明白了，你说的是高科技，嗯，英特尔网可以网上聊天，嗯，行，嗯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。你这消费观念不行，你看我，浑身上下都名牌，啊，我这鞋阿迪达的，裤子普希金的，衣裳克林顿的，皮带叶利钦的，你再瞧我。
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。嗯，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。麦当娜是谁呀？你不认识啊？嗯，他妹妹你指定熟悉。谁呢？麦当劳呗。那我吃过这个。我的孙子。大妹子。名牌。我太羡慕你了。有钱。有钱。牛。嗯。我太羡慕你。是。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？怎的？明天你就带了我吧。干啥呀？我跟你走，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。你不行。我不挣钱，我就闹一乐，行不？你是老板，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。嗯。你这样，我背个包。哎呀，你哪行啊？你看吧，指定行，不就拿这杯子吗？嗯。现在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看我行不行？你干啥呀？这是。叮咚，谁呀？刘德华。